吴副市长、林府、林副秘书长、各局处首长及主管、新闻媒体各位好朋友、本会各位同仁以及电视机前敬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2月16日，星期五，也是台南市议会第二届第四次定期大会第34次会议，有5位市府主管请假，市长赖清德因出席长照2.0示范点揭牌仪式，由副市长吴宗龙代理出席。李秘书长因事请假，由林燕山副秘书长代理。民政局陈宗彦局长赴行政院开会，由戴凤荣副局长代理出席。社会局刘淑慧局长因参加长照2.0示范点揭牌仪式活动，由刘启从主任秘书代理出席。观光旅游局王时思局长因家有要务请假，由林国华副局长代理出席。上午的议程为市政总质询自由发言，每人质询时间为10分钟。首先请曾培雅议员质询。谢谢主席哈，还有我们今天的市府团队哈，大家早哈。吴副市长哈，我应该哈叫市长哈。安尼，两支较好叫三支拢用用安尼。副市长是安尼啦吼，我想我今仔日在市长无伫个，问你更加正确啊吼。因为李主席现在市长的时候，就到经脉公务局嘛吼。那我就会问，刚好是我们今天我一个大治理的公耳159，我想这个工程你唔知有印象无啦？吼，这是台地地一那个预定的公园预定预定地啦吼，是社保计划了预定地。那我一直在纳闷，以后德格组哈主办单位哈，一自办通话的时候，它的立地是162哦，作战的开辟呀嘛。那159的时候，我今嘛就是为着带弟弟这地哈，大概现在作者起名，他现在是目前我们大治理人口最多的啦。哦，单库统计的是带弟弟啦，伊今嘛一直拢7000几嘛，因那个快要接近万人了啦。那因为规个拢无立地，刚好有我们的西部计划的预定地就是在这159。那刚好副市长，你该了解这地啊？我想要借这个机会，我要甲你拜托一下吼，是毋是？下当立市政会议的时候吼，我市长无伫个，我的提案这一条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建言市长赶快让我们市府征收这块地，让他实际上吼改革这个立地吼，较紧公有预定地较紧开辟，安尼敢无？这个大治理公园哈，那个开辟的经费要2亿呀、啊，哦，要2亿。2亿，那就是表示他很多不做了。也不是啦，因为最近几年哦，会财政会改善，市长有宣示说，所有公园的开辟将来会统筹，哦，统筹去检讨他优先处序，哦，所以最这个南哥。后边遮吼，教力共是财政会较好，所以比较有能力去开辟那个公园绿地。副市长是安尼啦，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讲咱像阮以阮东区东台南区足侪啦，以东区来讲就对啦吼。新开的吼，伊个都是计划内底就对啦。即使大家都伊那个公园预定地拢有啊啦，吼公共设施拢有啊，啊就是即块已经足侪档啊嘛，大概应该几十年了。搞不好有20年的预定地都在这里，啊，拢无开辟，那人家质疑，那嘛干嘛讲啊？为什么我们这边不拍，无爱紧开辟啦？哦，啊，就问这个副市长，会当以你的专业吼、哦、来建言一下，会当为阮遮省啦。好、哦，如果我们的财源足够的时候啦，我想咱台南市嘛，拢足侪一办中学，像教分咱嘛袂足侪啊。吼、哦，啊，像阮那个第二，那个副都心嘛袂啊。平时因其实虽然是他们合作案，但是伊冇地块地啊，所以财源应该是可以考虑这一点为优先啦。好，副市长好不好？我请那个公务局先跟议员会看，然后再把那个周边人口聚集的状况，做一个资料，然后再跟市长报告。好，麻烦副市长哈，一列转给我想，应该市长听得下了哈，谢谢副市长，好，感谢。交通局长。接着我今天的质疑发言里面哦，我要麻烦一下，再请教你一下哈。至于我们青年路，你刚才静脉吊桥这个问题已经既定事实，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方案的、就是开亏停车威廉嘛，多停车格嘛，哦，再别讲哦，大概看不练嘛，
公布好的配套在做那个市政的拖车实施嘛。那你刚好我们上次的农民之家有谈到，你已经同步进行开辟庙廊这停车场嘛，好、哦、这一点。那我们东区里面还有一个旧国团那块停车也是同步进行吗？是，跟议员报告，这个旧国团这一部分呢，我们现在已经同意，旧国团已经同意要跟我们合作。旧国团跟你们合作？对，他。其实我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局长，你先听我讲，因为我只有十分钟，我有一个我所有的建言就是讲，至于因为那是迫切性的、啊哦，那个成大的那个旧国团那块停车场是迫切性，必须更快一点呐、啊哦，因为那栋都是碎掉了。好、哦，阿、啊、哥包括阿辉车头里呀，包括现在哈、哦，而且那个成大现在常常办活动，而且逸乐街又是小巷，哦，前锋街也是小巷，这块的停车用地，我希望说合作案能够我们很积极，这个是我拜托一下，非常重要了，我们会加速来推动。哦、你们加速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丽景，我从东民里。我曾经问过说，我们的停车场，哦，咱的停车场在嘞，就是青年路要有一块国有财产局嘛，哈、哦，为我们交通局要做来停车场。我听里长跟我讲说，咱起户要拜托咱高雄局勒规划 BOT， 好咱外靠外边来得标以后的时候，附带条件就是要赶紧去外岛中心，是这样子吗？是，那块地是私有地。不是国有地，是私有地。咱旗津那是那里长搞错，他跟我说国有地是私有地，那私有地更好啊。对，因为是停车场用地嘛，所以我们现在兼顾到我们里民的需求，所以未来我们在 BOT 里面会要求他们留一部分空间。那我说的过程是没有错，好、哦，是没有错，来，那什么时候已经归档啊？这个问题已经讲归档啊。古尼开始吧，古尼开始啊，那我们明年可以启动吗？哎，但我们现在已经正在你给我下好了吗？我们已经在正在启动招商的程序了，已经正在启动招商的程序。对，局长，因为东区足欠嘛，哦，人口数足侪啦。啊，我讲你虽然东区是文教区，但是江区应该是台南市哦同早期的发展啦。所以有当啊，是迄种每个住户每一个所在拢有细条路、五米路、六米路啦。所以我觉得，尤其是东区、仁德区是脱掉委外脱掉的啦。所以在这里，这个政策的政策里面呢，我觉得这些停车位应该积极性啦。好、哦，所以去年就开始规划嘛，啊，今年要推动计划出去嘛。好、哦，我希望讲哦，做这几个停车场的积极性要够啦。好不好？好，我们会全力来推动。好、哦，卖我那面啊，我那我市民每个人说一句，我刚才我大家都没过，那就抢我钱啦。跟议员报告，我们很努力的在增加停车位了、哦。不是努力停车位是必然的啦，啊，但是有几个这些几个关键的，就固定哎，当则停车场，希望讲哎，当他进啦。好，这是本席的拜托要求哈。我们会加速来做。好，谢谢你哈，局长，教育局长。因为我是教育小组，我长期在十年里面，当我当了三届的议员，我都在教育小组。是，因为我对教育里面，从我的对囡仔成长来对，我对教育这块哈，不是完全做了解，但是嘛做专心去了解。那我有一点呢，就是我有一点很纳闷呐、啊。我在开会，在那个联合会里面在开会的时候，有主任在跟我讲，好、哦，有一个人告改的讲哦。我们的学校呢是不晓得是教育部是不是有这个规划，我也纳闷，我也找不到这个法条。一共啊，学校的霸凌的认定要多次，大欺小，强欺弱。但是我又查到，我就去查我们那个全国法规资料库来对，又下一条，我的干嘛是这样子吗？因为他又写到说。如果学生碰到霸凌，召开那个防治校园霸凌应应小组的话，必须两个月完成。但是要都得霸凌，必须在24小时送到社会局，是不是这样子？
我跟议员报告一下，就是说如果呢任何一个人在学校里面知悉就是有这个霸凌的情势的话呢，他必须要立即通报给这个校长24小时里面，对不对？学辅人员，对。然后呢学校必须24小时的通报到这个教育局这边来做校安通报。那校安通报之后呢，他知悉之后，他三天之内他要召开刚才您讲的那个防治霸凌因应小组，然后呢他必须启动调查的机制，那2个月之内呢要完成这个调查的机制。好，局长，因为我去找到这个资料，那个全国的那个法规资料库里面，这是教育部的，是我没有看到这几点所说的教育界里面这个间接性这种讲法，我就在想说，这个就相抵触了啊！为霸凌，就是爱多次才叫霸凌。没有，他不是说多次啦，等于讲哦，也定义是讲爱持续啦，持续、持续。那你就、然后造成你也当个教育部讲嘛，安尼袂感觉伤害吧？他造成被二十七点钟爱通报，局长，你先听我讲，我的时间是有限的，就你二十七点钟爱通报，那你又要观察持续，安尼袂怕就两届三届该遵守，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麦克风继续。没有了吗？对，那给你收尾，你紧来讲。我希望讲哦，这点我讲的这点，其实大家的教育界的见解不够，还是不知道，还是这样子。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希望在你在教育部开会的时候，有责任来把这个事情理清楚一下，也让我们台南市教育界的人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或是这样子是见解不一样，好吗？好，谢谢。谢谢。接着由陈文贤议员质询。台会主席，区议员，陈秘书长，市府，我副市长，林副秘书长，各局长的主管，新闻媒体先生、小姐，各位同仁，大家好，早，大家好。我今仔日吼。我这个第一，就是要来问咱水利局，水利局，太无，是安怎？咱水利局长吼，咱这条就是这个。喂，这条是永宜线，是永宜线吼，这条排水安尼做了有好无？真好嘛？这当时你可能你伫台南县底做局长的时做的嘛？这我的手做的嘛吼？为了这个要甲拍开顶再做，要开1000万甲做这个。所以我当讲叫恁莫发包出来，恁来去现地看通做啊，毋通做。这条搭做无偌久，要甲拍开顶再做。1000万要做，落尾手毋好做了，这个才加关两手嘛，开200万嘛，哦，800万叫收顿的，哦，尾啊呢，这规条拢无做，哦，这规条拢愈来无做。是安怎唔设计去做遐，啊来做这个要搁拍个定再做，咱后日爱现地啊去看，啊才能办法包，这多要办法包我动起来，我讲这唔通拍来一定，干那要对这入去做人，都唔好恁入去，吼。安尼，伊做，我就赶紧来找时间到现场来做一个。迄个好啊，这我是讲后摆，这个好啦，啊这系无做诶，我紧对中央讨论来做，这用于线。哦，这应该爱做起来，规条做起来，做像安尼起来就袂白做。哦，即马过来，这是葫芦鼻的出水口，这是要甲恁感谢，今仔要感谢市长加这个秘书长是过去做咱水利局的局长，这无简单开。1-2亿对买啊做个，即回若无磨刀甲硬啊吼，
会淹大水。这个三门溪中一外，迄个中米外的水，所以咱这个水无入来，本来这拢满咱的水入来，吼、哦，这回无满入来，所以阮下营甲满头无造成水灾，这是做了对的，吼、哦。所以这我就伫台南县就迄个拼拼到即嘛，咱市长加吼、哦、现任的秘书长去重视这个有特了对尾啊炸起来做起来，吼、哦。啊，是要甲感谢，吼、哦，所以咱做诶，一定爱去现地看做好对，吼、哦，咱来做工过，吼、哦，慢讲话伫桌仔顶咧画画，吼、哦，爱、啊、要准好准过，爱去现地看，好，请坐。哦，即马阁过来，即马迄个农业局副局长。这小可工过啦吼，这条路水沟拢做好，这地是无重划啦，哦，这条路可能无介长，伫遮到遮尔啦吼，啊，这拜托讲，起码急皮先去啊吞吞的，哦，吞路会行一啦吼，哦，这个去啊吞路会行一，安尼，迄开无偌济钱啦，哦。啊，哪一只办会看看卖啊嘞啦吼？阮会后吼，只去会看一下吼。有。哎，啊在叫议员的迄类吼来介协助，啊做。有、哦、这小块工课尔啦，哦，迄唔是足大件，啊，佫过来吼，这件哪像有哪咱农业局的啦吼，哦，佫过来，这件有六。十家以上的鱼纹啦，吼，伫九个的啦，北四寮九个的啦，吼，有两百几个人持分啦。即阵恁得要去啊开发单，敢那开一窟啦，吼，开一窟，伊的土地伫底嘛，唔知影讲伊的土地伫底啦。两百几个人持分嘛，吼，即应该咱政府嘛爱出面出来处理这件，吼。这规片拢鱼纹嘛，哦，但是有占几家，占几家话，即阵含占一分一厘拢无啦，哦，得做是啊，话去开这六十几家，这较早吼，较早是足鸡拢咧炒甘蔗啦，哦，我做囡仔是规桌拢咧炒甘蔗啦，啊，即嘛无咧炒甘蔗吼，无啊多人生存嘛，哦，播起个了爱堵落嘛。无啊，土地买啊吼，因从啊花做起来做鱼纹，已经嘛做足办侪单啊啦。啊，恁去叫个爱申请啦，吼、哦，这申请要安怎申请？我申请这只不一定这只我的地嘛，吼、哦。但是你即阵有持分的两百几个哩，哦，因去带规定去我遐家庭前，讲叫我看这要安怎处理啦。我甲讲看咱。农业局会当吼来解斗促进遮伊顶届伫台南县吼，我甲拼要强话，内政部嘛准备强话嘛。嗯。要强话就是拢总气温啊，吼、哦、要强话过啦吼、哦，一定迄阵有准备强话，但是拢气温啊做个钱济啦，但是这人要怎分配阁唔知啦。即阵有去钓一条，即条哦八十四线。哦，这条路过，话拢掉了了，迄钱嘛拢大家公家领，伊有哪无伊啦？嗯，哦，我是希望讲咱用政府的权力，啊来解决，看会当共同的合作伙，啊路来甲开条好，啊因为刮刮一地一地啦，无这到尾也都是像咱的古厝地，阵古厝地是安怎？恁农社限甲遐严，袂当出去起农社。因为旧厝地袂当起啊，拢强业啊，啊拢强业要起，为后那会当几啊十个人的名，啊伊也唔当，伊也唔当。这个旧厝地咱嘛是爱来，吼、哦，来改这个广告，我广告半当嘛，你有出来认的人来认，哦，啊用工人计较来甲处理好，人再卖人去找，哦，咱一定爱有一个公信力出来，要无这。
工业土地也好，吼、哦，工业气温也好，这到尾啊，可能咱政府吼、哦、有咧想讲，这规到尾啊，你拢卖我政府到尾拢是用政府的啦，吼、哦，这咱来讲，私人财产咱来甲分瓜分，分去家己去管理啦，无一块阁怪一块。哦，你古厝地准你甲看，敢若阮下啊，满头嘛足济古厝地，无多人分瓜，无多人起厝。啊，恁准在起这个农舍，搁个限价严，伊都无当大厝倒落就袂当起啦。哦啊，恁若讲这古厝地会当会再起农舍那个限价嘛，才较有理啦。哦，我是希望讲这個，咱来政府哦，爱想尽这办法。啊，来解决这个问题啦！无哦，这一寡这农民也好啦吼，啊，这要起厝的这农地限甲足低啦吼，啊，佫剩哦几秒钟啊，拜托局长你甲回答一下。这部分吼，因为工业地的这个处理吼，可能爱应当是阮迄个地政局这边遮吼。啊，来帮忙看安怎处理啦。迄、那个恁农地，我是做这个管理尔。恁做管理，啊，恁着看地政局也好，农业局也好，啊，咱会同落，准着赶紧来解决这个问题，吼、哦，看应该爱安怎解决，无这种放安尼，毋是办法啦。后日哦，土地拢无多人给了，落去足办一人起分嘛，也都家己的土地里底嘛，毋知啊。准有诶厝去过别人诶土地呢，哦，像阮啊一条排水吼，当时咧重划，毋知哪重划啦吼，排水做路，吼、哦，啊路才走过来排水啦。好啦，我时间到啊，安尼对啦，真侪啦。好，谢谢陈议员。继续我们请吴通荣议员。主席，秘书长。我们的副市长，两位，还有我们的副秘书长，各位集市的集处长哈，大家高下大家好了哈。那么我今麦来讲的哈，就是今麦有管理到宜定工业区。那么这个宜定工业区哈，原底哈，原底就是讲，伫开辟工业区的时阵，隔壁有开辟一块住宅区，就是要好海。就土地人通啊有通啊居住的所在啦。那么即马目前这个岛内底人吼，这岛内底人就差不多有两家的所在吼，感觉这两家的所在就是叫做宜定的三山区，吼三山区啊，一块就是122啦吼，这两块啦。那么这两块吼，就是伫迄个中间吼，这个区域嘛无介大，啊，这拢算属于住宅区啦。那么这住宅区的时阵吼，这两块啦吼，这两块吼，这两块就是算属于住宅区。那么这破开路拢四四角角直直嘛，这嘛，这破开安尼，哦。那么拄啊围这两块吼，这两块，咱咧拄啊就局长，先搞这两块是毋是？啥物用地你知影无？这规划这型的古早规划啦吼，欸、要讲吼，这两地包括这地嘛，应该照你讲拢爱啦。这地听讲是拄多久？迄个工业区的，敢是查看卖啊？那么这两地吼，近原地应该是属于我们观光局的啦。即卖目前吼，我甲查伊的迄个地吼，就是观光局的啦。那么观光局，这两地观光局规划是要做啥？你敢知？目前来讲，看起来可能只是不是不一定也是独家岛，它有可能会不会是观光局的哦？太可能是观光局。观光局的这两块土地吼，诶，所有权是观光局的啦。啊，我即马要请教吼，这观光局的时候，伊到底有要啥物用途？观光局有什么？台湾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的这两块地啦，就是管理人啦，管理人应该是属于他们的嘛。啊，你看这两块有啥物用途哈、啊？那么当然，我希望讲安尼啦吼，即马地方的要求吼，就是将这两块地吼，这两块地，即个毋是讲爱话破，即有路嘛，破有交通啦。
免讲这个路变成大家安尼走安尼啦，啊对不？直接会当破小通啦，有理无？这两块，三山区跟一二都是一样的。那么观光局有啥物观光旅游局？不是啊，你甲看这恁是管理者啦，但是政府的土地，那么恁是管理者，这两块你甲看有啥物用途？你看嘞？跟议员报告，那个这个应该是当初哈计划编定为这个观光油气用地。那观光油气用地一般来讲，社区也可以使用作为这个公园用地使用。那还是回到这个都计划里面的土地使用分区来确定。目前观光局在这两块的土地是。那都要几只啊？应该是儿童游戏场啊，应该是类似儿童游戏场那种。儿童游戏场后好，没问题。那所以它应该是都市计划的部分是儿童游戏场，那可能当时可能是属于省府时代所留下来的。我讲那是民国六十几年吼。所以当初阿伯多起计划的时阵，都出得啦。应该是阿伯多起计划的时候。应该我咧想吼，应该是伫开发工业区的时阵，大统一时做，当迄个时阵啊，就是讲关电工业区伫民国六十年代的时阵开发关电工业区，然后带来为这两块地入去啦，是安尼来啦。应该当初是北边吼，类似讲有点像那个林副局长刚刚讲，他可能类似是油气用地啦吼。以回多起土地无公园啦，所以有可能当时划油气用地，有多起计划了，它变迄个儿童游戏场。应该是，应该是不是？它是会关起，应该是儿童游戏场才对啦。对。啊，但是嘛，为这两块，这两块拢总头都三分半，这三分六、三分半遐啦，分八、分七、分八、分九遐嘛吼。这两块地头安尼尔啦。那么我即马咧讲就讲，咱即马预定吼，已经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公园啊？伫边仔你知影嘛？已经个公园啦。你知哈？环保公园，对，环保公园，环保公园，对，环保运动公园，今麦已经要开发了嘛？唔知标取未？我唔知影啦，哈。那是咱市政府，咱的干部局公园科，因应该是因设计发包的啦。我今麦你讲就是讲，这两块地应该照理讲，今麦可以把它打通的原因，是因为咱今麦有已经有一个迄、那个隔壁嘛，哈，都在隔壁俩嘛。伫隔壁江阿罗遐，拄啊有一个4.88公顷的这个运动公园，环保运动公园啦。那么这两块地是不是讲，第一会当干嘛这边，第二就是讲会当把路跑通啦。我想既然是公有地做公共设施吼，应该是有哪上价办啦吼，有哪较袂影响动车时霸用的这个目的啦吼。至于说要不要打通，我想这些再来讨论啦吼，因为这哪要打通，只要当地居民觉得事实上是。要合理当然，这就是咱地方性的人一直咧要求嘛，吼，就是讲伊一只行走不方便嘛。伫这边，这东边到西边的时阵，这拢不方便。是、yeah. 啊。这安尼起来不行，这个不用，因为家咧，这拢有人去处嘛，这拢去处，你看无哈，拢去处嘛。那么你这出去伊变成这也无拍通的时阵，是不是讲足不方便呢？无美观性以外。佫带来不方便啦，吼、哦，这点啦。那么，局长，这敢是当个把它这边，把它还是先个跑通也是。即呐，即个宇宙即建议吼，即马因为关电的通膜检讨啊，已经伫小组咧审查啦，吼，市都有小组咧审查，即写出来提案入来来在讨论吼，啊看。那我来提案是不是 ？OK， 这要经过我们议会的提案。哦，可以，议员本身就可以了。即马提案佫会符合呗？还可以。安尼，我咧甲提案，讲两个就是甲拍通啦，好唔好？我感觉即拍通，即安尼咧，迄个管理局有啥意见无？可以吗？包议员没有问题，配合。没问题吧？是。啊，咱迄个公务局局长，即条如果拍通的时阵，较紧。即应该无偌济钱啦。即当然拢公有地啦，吼。对，咱公有地嘛，免征收嘛。是，啊，无征收，但是这个费用佫更加免讲啊啦，这市场个可能征收个费用啊贵啊，无这两块吼，这两块三三七跟一二这两块，我来甲跑通对地方因这大家咧通往，应该较无阻碍啦。你看有啥问题无？如果这样子吼，可以的话，我即爿就直接甲恁讲讲，还是我来提案啊，好唔好？好啊，这是我个人要求。这会当讨论啦，这会当讨论。个人要求嘛吼，那么我们刚刚都阿市长伊嘛承诺啊吼。
是不是讲有只要把它提案的话，得个通盘检讨，通盘检讨，可以列入通盘检讨的讨论。因为起码未来就是我一直在讲，这隔壁家吼，已经拢有一个4.88公斤的这个运动公园，环保运动公园啦，所以这个这块应该是没什么需求了啦，嘛不必要啊啦，嘛不必要存在，和这个辖区。这个社区在这个行走通行中间的时阵，较无阻碍，吼，安尼好唔好？好吧。这当然，我哋当配合。应该能配合啦吼，因为这金额不介济嘛，这拢免补偿的嘛。第一点，地家己的市政府的；第二点，就是讲因为为着地方这个行走交通上的方便。那么第三点呢，尤其这拢免补助、免申请、免个公台去征收，这个家市政府的地。所以我希望讲，等下拍好开啦，好唔好？这个当然我们要配合都市计划啦。都市计划有话的话，当然我们就好。那我就来提案，请我们杜阿姨是不是把它通盘检讨，把它列入，安尼好唔好？好，下一个，这条吼，迄个就是我之前咧甲咱讲，叫咱干部局来出大马家啊，地震局吼来出工来出工钱的这条，这条路吼，我之前有讲无介完整，迄阵我无图恁看。这条路就是歹到这个形啊，平道一个好，就是拢一搭一搭啦。所以真真正正为了地方的安全，行车足多人徛在直接摔倒的。所以咱地方的里长一直甲强调讲吼，这个是不是当敢尽速解决？所以成为咱的迄个地震局局长吼，是不是讲咱咧讲咱来出工钱？因为这都牵扯到农地，因为这都是拢重的区嘛。都拢重的区啦，啊，这原底吼，就是中地，就是水流会排水啦，但从排水个刷来边啊，从啊变两条路，从啊变成合并起来，所以有够歹，路基有够歹，歹到真正吼，即卖目前含桥都歹都摔倒啦，所以我希望讲是不是讲哦，公务局局长跟地政局帮我们处理一下，好不好？有啥问题无？安那，我来参详看卖啊咧。系啦，局长。我看这条该处理你的了，好不好？因为这个是从化区的道路了，那全责是在地政局。不过地政局只要有困难的话，我们会协助。谢谢。谢谢吴同龙议员，请那个我们议会录音室跟音控注意哈，如果议员发言还没截止的话，请你们不要消音。那接下来我们请刘正昌议员业务咨询。咱的主席吼，以及咱各局处的局处长，啊，佮咱新科的副市长吼，王副市长，以及咱媒体记者先生，大家早安，大家高早，大家好，吼。本席伫遮今仔日呢，首先呢，来问一个上简单即发一个问题啦，就是。伊因的区有一个老人文康活动中心啦，伫我厝边啦吼。因为用用二十年啦，今年无通用啦。那么呢，我经过已经差不多有提案，差不多讲差不多五摆啊啦，有七月差不多会讲啊即摆啦吼。那么呢，咱的社会局也答复是讲，伊吼伊本来是主管机关，吼这是民政局长讲，但是伊主管机关是讲伊已经会。函，予咱的，予我，啊，佮兼予咱公所，公所呢是负责机关，吼，是负责管理的机关，予咱区公所。但是咱目前呢，还佮无开放用。啊，副局长，我想你应该真内行，你看这，你通做主处理袂？报告刘议员吼，因为老人文康活动中心主管机关是社会局吼，啊，区公所是代管啦吼。啊，地方咧关心的，因为办到伊伫江亭内底，咪属于公益性质啦吼。啊，这部分阮会尊重社会局甲公所协调意见来办理。起码要坐落来讲吼，因为社会局长伊讲，伊这个已经交予咱公所处理啊，公所当做主啊，公所专管处理，负责机关是公所。啊，已经吼用二十年啊，用啊今年啊无用啊，我想你敢当较明确来做答复。甲议员报告吼，因为使用要点是社会局所定的啦吼，伊使用的几个项目吼，比如讲文康休闲及演习活动、联谊服务等啦吼，啊当然地方有这个需要，阮还阁来甲公所了解看嘛。好，安尼即件吼，我予你请坐。啊，即件我看安尼局长、副局长已经自七月吼，我讲啊暂时啊啦，我就抽过来，啊无用解决啦，市长你看要怎处理？
你即马即个副办只讲，讲市长倒啦，即马代理市长啊。跟刘议员报告吼，基本上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已经使用了20年，现在突然间不使用，可能对地方不是那么方便啦。哦，那基本上是不是请民政局跟社会局吼，看检讨看什么原因哦，会当尽量开放我使用，开放我使用。好，请坐。哦，我想这代志要慎重啦，因为电影的反应就是讲，爱炸兵选的乡长绝对无敢做啦吼。啊，即马换区长啊，哦，伊是你派，伊是官派，那么官派是什么人派？什么人都爱负责啊。啊，那么咱的社会局，伊官真明白啊，伊回问我就是因为讲吼，伊内底有一按有一条写着讲吼，由公所负责来管理，所以公所伊会当专权裁决做主哦。啊！但是到今日还无开放，我嘛甲咱个局长问，甲咱民政局局长问几下摆，问到伊不耐烦，讲啊，主管机关都社会局长也问到伊也真不耐烦就对啦。啊，所以我想讲副局长，你想一下啦吼，因为我想讲民政局长吼，伊工作上过济啦，因为伊代理市长咧处理阮这代志已经上杂啦，所以我甲伊问个是伊，有些感觉真烦啦，啊，我也足客气，足故意啦，我也袂晓相骂啦，我只是提出表示意见尔啦吼。啊，所以我希望副市长。新光上音会三拍啦吼，我看是小我代志啦。嘿啦，我咧感觉是做小我代志啦，嘛个阮民众接触上咧听啦，嘛个互因话讲要来即个咧抗议，讲袂当用啊，因为隔壁我厝边我的亲戚，因要来租，我拢先租无拢来找我讲，我讲啊，我都有甲伊讲，本来我拢尊重区公所，甲讲吼，有可能要做长照，啥物啦回应的，我有可能遐要交你长照，但是电影已经反应无来，啊，社会局长啊讲。无法度通做啊，因为电影反正无爱通做，啊，所以呢应该回复哦。以上你只第一件哦，啊，第二案就是讲，啊，你落副市长，你即马做，你做过咱的干部局长，你上了解啦吼。伫后壁厝南平甲北平有差不多10个里啦吼，非常大了对啦。尤其后壁厝本里兼新店兼石龙啊，差不多有20000几人啦，头有27000票啦吼，后壁厝8000几票啦。啊，但是差不多17000票，按20000几人，并无公园就对。啊，若依然来到大甲银行乃至保安迄路中，就免讲啊吼，啊，就参数三家，安尼九个里就对啦，并无公园啦吼。啊，所以呢，伫后壁厝人口非常的密集，后壁厝是银地方唯一拢袂淹水的，所以人口非常的密集，后壁厝管辖真大，还佫真侪空地，但是这老人。上下平时营业的时间，伊无当去，学校就7点就关起来啊。早时啊，下晡啊，啊5点半才有开。地书遮真侪人，你反映讲吼，也无一个公园好行搭。那么这个公园差不多大约，若以市价来征收，可能要8000几万。但是咱啊协调看是要几日，5节、6节、7节，伊就是讲分年哦，每年变了了后年征收，征收分3年啊、5年，一年安尼。因为学校较早，阮台南国校。我做传教代表时，我有协调，嘛是分3档来征收，一档1000几万，3档啊征收了。咱是毋是讲当来分档征收，来立下这个乌算？啊，若无永远嘛无机会啊！已经变40几年，土地也袂当用啊。其他有足侪公共设施的，但是遐无用外紧，这个公园非常的必要，非常的需要。我建请咱副市长来提出哦，这个规划计划哦，啊，干部局长哦，你们爱配合一下。啊，副市长，你看你有啥物会当我答复的无？这个公园的开辟吼，咱永过是因为灾情的关系啦吼。啊，后壁这2、3档应该是灾情加足好吼，所以市长我那有宣誓讲，公园的开辟的检讨用轻重缓急吼，像头段老员咧讲，讲8、9个里拢无公园吼，这可能是。当摆到头前啦，哦，啊，我先请干部局去会勘了，吼，甲资料收集了，甲专人甲市长报告。好，感谢请坐。因为市长伫旧年度我有提起的时候，伊就讲伊要来想要来编啦，但是到今年度我甲问是伊讲吼，经费缩限啦，经费缩限啊，所以呢，目前佫有淡薄仔即个经费的问题啦。那么我建议讲吼，分3档啊5档来甲即个经费编出来，啊来含地主。来三上讲是以6节到7节协议架构哦，这件就是安尼，希望干部局长你甲记录起来哦，啊，副市长你甲尊重一下。哎，搁一点就是，这调动发生的这代志吼，这件可能这件行过，唔是含干部局长啦，可能含副市长你相关的啦吼，副市长含你相关的，因为伫
这个文化街三段，这个七号的，本来是八月份，意见作者先袂当达成通力先有协调过，要来遵行照咱的鉴定的计划，最后一个鉴定的计划来进行，是要全部拆除，或者是讲要来修复。八月份就有这个案啊，就已经决定啊，但结果呢，拖到十一月底。还没有成立，到尾十一月底才来开一摆国议会，伫前两礼拜，上上礼拜才正式来给采取鉴定。那么期间拖过三个月，地主这的灾民呢，会使讲这两三个月，安尼打东打西，不是逐个咧找我，讲啊，来无迄落，但是我想讲你这吼，这款工课副市长应该你是上解了解的。啊，时间我是感觉讲有来蔓延着，但是你伫八月份上有交代区长去进行这工课，但是区长伊人足客气足高义，伊嘛心肝爱去协调几下摆拢未成，第四吼来延满三个月，来副市长这个机会十分外钟，互你做解说一下。谢谢刘议员吼，这个文化路承蒙刘议员的帮忙啊吼，因为市长最后一摆会议，我那有叫所有的建商来，吼，加顾问公司，加建筑师，哦，所以基本上那个经费的分配都已经确定了，哈。啊，如果说行政程序比较慢，那我请公局这个跟区公所，哈，马上改进，看那怎么，因为经费已经有了，没有问题，哈。啊，所以那个手续要怎么加快，赶快把这个工程完开工或完成。好，你请坐，感谢你。但是这件代志，吼。是延慢了较久啦，因为八月有来，本来咱八月时，我出外透早去赶倒来吼，搁坐高铁赶倒来吼，五点外就赶，六点外、七点、八点外赶来开会吼。结果迄阵啊，本来开是决定讲吼，要通去赶紧鉴定，是毋是要全部拆除啦？结果咱这个目工会，你交代区长也无当去处理这个工会，而且区长工会非常困难啦。区长虽然这样认真去走状，但是结果慢两三个月，这灾民对咱的政府的官员，咱市政府，迄个怨言吼，竖起啦，啊，我叫牵拖着啦，算我做议员伫遐等你出去，我来讲，我来负责来处理，我来随个通。当然，咱的局长嘛做认真，我叫拢有随来啦，但是即摆这七号到即摆吼，基本拢咧听我讲话，即摆还佫伫遐做无欢喜就对啦。伊咧跟刘员报告吼。刚才公安局局长他有讲，现在已经在鉴定哈。那我请他紧把那个鉴定的结果，拿出来跟议员报告。好，但是这是爱执行公权力和赶紧执法啦，因为这照讲是八月就爱处理项过，延到十一月，所以延三个月去。这三个月就是讲本来要和两边协调一下，啊，你后叫区长协调，啊，我啊，因为咱公所工会，咱市府拢讲吼，议员莫插手较袂合作啦。啊，我无插手，我从边仔看啦，看了遐尼侪个，遐尼侪个无插手，遐人讲爱做代表，做民意代表，啊，无出手，啊，拢无去关心，无推动，哇，我爱路人画饼啦。哦，所以你市政委员你拢无甲我讲，我用咧鉴定啊，吼，鉴定啊，结果我拜托伊用较紧的吼。目前也是无法度代志，已经鉴定，但是这个时间就是讲，已经有万几个过去吼，地主遐民众吼，对我。对市政府非常不谅解啦，我是民意代表啊，啊你是官派啊，你讲你也不压迫个，我压迫个，哇，以上到这，好，谢谢哦。谢谢刘正昌议员，那我们现在休息到10:30，再继续市政总质询。
现在继续进行市政总质询。首先由李坤煌议员质询。感谢主席哈。我今天副市长来了哈。我延续本席11月28号的质询哈。请问教育局长，龙潭国小车行分校公家解单哈，那一天没有让你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时阵会当做个肯定的答复，可以有个结果？跟议员报告好，知道李议员对这个案子其实长期持续的关心呐，哈。那一天，议员总质询之后呢，市长也有才是哈，就是要邀集相关的局处哈，来一起来讨论会商，因为我们从之前的资料看到是曾经征收或者是架构嘛，所以可以跟永康区公所哈，我们地震局这边哈，财主单位一起再来会商。没有，那个民国50几年那是补偿，不是架构，也不是征收，是补偿费，是补偿费，补偿费应该是不是你教育局一个单位可以解决的？对，所以我们要做跨局处的，像地震。相关单位是应该请李秘书长哈，做个协调。有市长有才是，请李秘书长召集相关局处，这个协调靠我发动解决这个代。是。希望在明年，麦烦上短时间，明年第一次定义大会，会当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好，温老杰，结果一定马上给李泽立回复。好，您请坐。谢谢。这副市长来了哈，富华三街过去跟副市长在当公务局长的时候，我也常常提这个问题。这次梅基台风来，两边的边坡崩塌了，因为下底拢是粪石。粪石过去一直提这个问题。当初开辟时间的时候，下底粪石无处理，但是现在真的塌下来了，现在还没修复，还在那边。本席是希望利用这一次修复富华三街这崩塌的这些边坡，把下面垃圾全部清干净。如果下面垃圾不清理，以后再盖洪台再盖大雨，一样会滑下来。因为咱的步道，咱的所有那景观灯、路灯跟上面的排水沟都坐在垃圾上面，永远都不掉。是不是副市长你讲者？谢谢李议员哈。那李议员对主18处81的干道的关心，你提了非常多次。那我会请公务局哦，就说因为原来他那个是在范围以外了哈。那这一次如果说因为边坡的崩塌会影响主结构哈，那我请公务局去帮忙哦，边坡的设计把那个彻底做一个解决，看要做护坡，或者是要垃圾怎么挖。好，您请坐。谢谢。103年的时候，市长在议事厅应议员的要求签一张票哈。延航国中任内兴建完成，但是延航国中的区段征收上个月内政部才审议通过。那市长任内存两单，银行国中真正可以完成吗？那不大家签一张票，因空所有市民拢知影，就跳票了。然后炮校的区段征收，原地咱市政府宣布是106年迁建完成，尾仔阁改108年，但是根据本席所了解。关庙的炮校还没兴建，那永康炮校区段征收，马赶快108年不能够完成，也不能够完成。0206赈灾，市长的朋友讲，复建维冠大楼的复建，明年动工，2年完成，这些问题，拢伫市长任内要完成。哪一个单位可以回答我？可不可以完成？做这单呢？维冠大楼，李远报告哈，那个维冠大楼现在是分两个
主要项目去处理，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是选择领钱离开。这本是怎样？对，那剩下三分之一的部分，现在他已经成立，筹备委员会。我知道，已经通过。不是问的是讲，明年开工，两年完成复建，可不可以？跟李院报告，因为这个是私人，私人的建议。好，你请坐，督发局长回答。报告姐哈，两件代志哈，第一对围观的部分哦，即马都更会是确定成立啦哈。我那已经有协助伊找建筑师，即马已经当咧画图台咧讨论。我是希望明年哦，较紧定案，通过来开工。所以我想明年的开工的目标我们都没有变，明年开工的目标我们都没有变。可以确定明年要开工？啊？明年确定可以开工？所以现在建筑师已经都在画图了，我们现在是在跟他协商这个土地的面积大小的需求，还有他每一个楼层的权力变换的配置，现在都开始在讨论啊。啊，他们也希望多争取一些补助，那看能够加速他们来重建。那炮校的部分，本来预定的目标是107年底关庙炮校完工，108年开始迁校。那目前大概因为之前这个国防部的这一个炮校的设计哦，拖了比较久，所以现在公务局的下修是在108年上半年完成关庙炮校的兴建完成，然后它迁入大概只要三个月，所以在108年底之前，永康炮校迁到关庙这个目标其实是可以达成的。所以市长的承诺不是说108年，永康炮校两期的区征都完成。本席根据南旗经会的报告，是108年迁建完成，是迁建，是迁建，没有错。不要紧了，不要紧了。如果在108年、110年可以迁建完成，那就阿弥陀佛了。是，不是因为是安尼，因为是安尼。那延朗国中呢？延朗国中报告姐哈，因为这个地政局，好，地政局。延朗国中哈，因为最主要就是讲，咱来关区段征收范围跟地价地比例哈，从103年12月报内政部嘛。那叫应该一块来程序。上个月内政部才审议通过。所以这个部分就他就拖了两年嘛。是啊。所以就是把咱的时间拢吃掉去嘛。是啊，所以前面。所以现在的话哈，就是讲阮即卖已经咧规划设计嘛，规划设计差不多明年底开工哈，开工了后，阮会甲后年中107年中把地交给学校。就可以开始说学校开始建校了，哎，安尼两栋起有好吗？对，干咩？学校两栋，因为区段征收工程还没施工，还没做。区段征收，我们会区段征收跟学校的建设一并实施啦。你请坐，你请坐好。都个当年迄、那个。大桥同款嘛，区段征收两年能够完成就不错了，但是延朗国中两年一定不能完成。你请坐好。咱台南市是低碳城市，请问环保局长哈，即卖人商家咧烧库钱，拢是空地乌白烧嘛？这有符合咱低碳城市的要求？那去祭祀去拜拜，咱的金银纸拢去咱的焚化炉烧，是，但是扣钱，你知影？我最小人一定爱，民政局长在那边，副局长在那边，烧扣钱是避免不了。我知影，但是无所在回收，然后就到处伫咧空调咧烧，这无法从表面的风俗。是，那以前。咱起户有要兴建扩建楼，但是因为议员的反应说有问题，我倒是要跟民政局副局长，因为这扩建楼是咱民政局的代志，这一定爱兴建的物件，无伊扩建都乌白烧。虽然有议员反应说有问题，但是咱公务人员唔免惊，那真的咱就依法处理，依法办事。唔免惊人安怎讲，所以本席认为这扩建楼赶快爱做，那无做，
就赶快进入现在经营，都取消。那环保局你会敢不敢去开罚单？商家的小扣钱，你敢不敢？敢不敢？那你给民政局长回。报告李议员，因为扣钱和目前并不属于殡葬设施的一种，就是殡葬管理条例规定不是这种，它是基本上它可能要符合环保，当然那是一个民俗的文化，这一方面 我们再来研究看跟中央反映是不是能够放宽法令，由公家来处理。没关系，不是殡葬设施，你也跟环保局协调一下看怎么做。 好，谢谢议员。谢谢李坤煌议员，接着请林庆正议员质询。感谢主席。本席这摆吼有一个问题，我那要来请教吼，这我那是老问题啦，来，这个吼新市车站全程环境优化改善工程已经落成啊吼，首先感谢咱市府团队对火车站一个活化的一个改善甲恁表示感谢甲肯定。这火车机机桥6:10就到板桥，板桥的查某是水果笑，转来去卖某给人笑。蒋总局，张局长来，这条歌你要笑未？我听过，因为你早前是伫台北车站做过站长呢。是。所以讲你的经历真丰富。那这火车呢？来改善配合的公路你的捷运这方面的一个运输，会使讲安尼无缝接轨这无缝接轨应该是安尼讲得对了，因为这么真侪算啊，看板吼，这双机拢讲五缝咧接轨吼，其实吼五缝四啊，嘛无几样接啦。但是你这是正讲的啦。那新竹车站活化啦，那有真侪车站咧嘛，必须要个单台吼，你交通局这方面搁再去改善啦吼。你刚刚听讲咧光电啦、烟控要搁陆续搁来改善。那即卡即座咧，新竹车是开1300多万，所以我甲你表示感谢。那这个问题咧搁来凸显讲，伫南科目前内面有70000多人的科技新贵伫迄个所在来咧上班。那北边的道路，伫上下班的时阵，已经咧造成咧一个吼真严重一个瘫痪啦吼，而且讲交通咧必须要来做一个改善。那铁路伫新市来讲咧，伊影响到新市都市计划伫民国69年来公布实施了后，伊将新市的都市计划分作东边甲西边。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咧，咱来去看现场嘛，市长去看现场，当时咧柯中心立委嘛含咱去做去看现场，看3次，其他本身个伫只讲第4次。唔盲讲咧，你已经来就任5年嘅当中，市长已经第6年啦。那到底这个问题呢？伫新市将近1公里嘅长度有4座嘅平交道，来影响到新市都市计划内一个发展。到底呢？500万嘅规划费伫呢？3、4当中已经落实落来啦。到底到今麦是规划安怎？有希望无？有希望无？因为新市呢，真侪呢，阮嘅乡民、阮嘅居民呢，拢咧伫遐，因为出入不方便。每天在你单车的时候就难受相顾呢，甚至局长你有使出你的洪荒之力要进去拼这个经费下来，来请回答。感谢议员啦，来，我还记得说差不多3年前啦，市长和我和议员我们去新市的平交道现勘，那时实在发现那个问题还蛮严重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市府就下定决心，市长跟我交代说我们是不是来研究咱立体化来北延，所以为了凯西，咱喊交通部来争取预算，所以咱在前年交通部把预算拨下来，我们就开始做铁路立体化北延的可行性研究。所以古尼咱完成以后，古尼都完成啊，送到交通部啊，交通部有一块意见，足侪单位拢有意见啦，有一些意见要修正，咱提回来，所以今年拢修好啊。那最近呢，我们上个月11月30号。我们再把可修正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央交通部，市长也有说，他会全力来争取，让这件案子让中央来核定。所以这部分第一点跟议员来报告了，那一定我们会尽量努力的。局长，是这可行性评估的看法，跟你市政府跟你本身所送出来的这份财务分析报告，那你这份里面？你是将这长度以外长，
本身在讲的就是新市这个所在一公里将近四个冰高道，是这个问题呢是要来解决。那我知道呢，你市政府所开的案是对永康到新化。我们这个方案是永康，目前送到行政院颁布是永康地区地下化，新市高架，啊，善化地区维持平面。所以讲就是讲三个区加起来的总长度，就是你这边上去的总规划嘛。是啊，那整个的长度是18.3公里了。哦，会相当咩？永康到善化18.3。经费算起来话，这星期差不多6点多公里吧。星期较短。经费啦，算起来话，差不多总经费，算起来可能要400几亿啊。400几亿哦。我看这是高唔得好呢，啊，高唔得好，讲久。我看恁的人才，我看是有哪吼，啊，底下笑高路的愿望呢。本来咱每年吼，明年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可行性研究这个方案送到中央，我们争取核定。啊，只要核定了之后，后续的事情陆续来做。你应该将这个问题轻重缓急，你应该跳开，你用包裹式的甲算这会，400几亿唔是小数字呢，局长。本身在讲的这一公里的问题，啊，是已经40栋已经留伫遐啦。你是不是吼？今仔日听了本身甲你建议了后，你是不是这个问题等甲拆开啦？有可能无？这甲议员报告啦。这当然，咱了解讲新市地区这个平交道的问题很严重，所以我头拄仔有甲议员报告，但是要拆开有这个困难度啦。无困难。咱若是爱希望讲，无困难。规案来通过，安尼较方便。我先甲你讲吼，现在无困难，因为伫县政府的时代，台南县政府所范地县长，伊就是呢，为着咱永康科技园区来开辟100多公顷、130公顷了后，伫迄个所在呢，伫创冠道路第一线要入去科技园区，就再经过一个冰高道，一个冰高道，啊，也就是国际芳一个头前。那台南县政府。伊就来规划呢，将近3公里外的高架，配合着科技工业园区啊，永康的科工区啊，来做一个改善，即卖做好了，将近3公里，这是县政府时代所做的。我唔知讲合并了后，咱市政府的团队应该讲的，今仔日看到的真侪拢富的来，这富的来就是未来正的。会当像市长安尼讲，还看见未来呢？哦，这富的将来都是真的，敢看见未来啊？啊，要还看见未来，应该是讲，你应该吼啊，爱想出搁较好的办法。因为台南县政府已经有精力啦，有精力啦啦。同时，台南县政府啊，就是诶局长啊，就是即卖咱的干部局长啊，书记长啊，伊当时呢。所范地县长为着要配合永康科工区来所打造的3-4公里的高架，是不是呢？来，咱经化局和工务局上面起来回答。来，恁两个看上面旁条来。谢谢林立人哈。确实在新市地区哈，有一段是高架的，那一段当然也是，同时也是配合这个。盐水溪的因为盐水溪这个铁路的位置比较低把它提高，然后也把这个平交道一并把它消除。中等多话者开话者，迄件，因为那是铁路局他的经费，所以这经费那不知吗？清楚，咱中时的管经费不知开话者吗？那时候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啊。啊，那闹亏呢？啊，那管经费闹亏呢？含人把人来开话者，不知。啊！那你双计的心吼，都拢下出来讲哦，这上清楚的呢。大概是20-30亿了。哦，来讲个出来，讲个出来，20-30亿。好，请接来。张局长，我听下无？20-30亿的。啊，等到安尼20-30亿就较好解决。那我先来讲个呢，因为本身啊，知影讲，你即马要去甲中央征收400几亿，我想呢，伊会考虑到第一个问题。你管台南市进200几亿，你的执行率都安尼尔，你是要去讨啥？你想咧？
会有这个问题啊，来影响未？你当然，咱要解决交通，咱是要整体来规划了。不是，分析怎么来问啦？你即马要去征收400几亿，中央会讲你200几亿啊？含看到影都无，是要去创啥？你是要放生阿家呢？应该目前很顺利啊。你是要放生阿家？征收到钱也无影会做，也无影会差几年。目前推动的还算很顺利了哈，对不对？咱会越来越顺利了。会影响到未啦？会因为你这执行都歹。没啦，因为咱即马市长嘛有决心嘛，大家中央政府大家也都很配合。啊，即件话啦，交通部有初步沟通过了，我们会全力来争取。哦，当然，如果万一啦，我讲万一啦，我们不希望这样子啦。万一有这种情况，我们再来考虑议员的方案。哦，看有没有短期的方案，再来评估。安尼好。局长，你的万一吼，我想唔是你讲安尼。啊，本色像咧哦，万一就是讲哦，你若去改升啦，去换一个新的来，佫惨啦。啊，所以讲咧，希望讲你去在位的时阵，市长也佫两当。啊，伊也讲咧，啊，要做啊，做好做满。哦，即马拢安尼答咧。哦，但是我是感觉讲吼，那像安尼吼，啊，有一句话，啊。含迄句做好做满，咱就拢相抵触啦。啊，还蛮讲诶，好好管运作，好好争取啦吼，拜托你吼，感谢。谢谢林庆正议员，继续由曾顺良议员质询。感谢主席吼，安市吼，所有诶旧主管吼，今仔日安市长无来讲请假，我本地要甲问看卖诶。伊无伫个吼，我拄仔毋知要问啥，你敢听？吼，你我伫遮请教一个讲，咱在座啦吼，咱副市长今仔代表市长来嘛吼，跟各局室诶主管就对啦吼，请教恁一个问题。这个，因为咱赖市长是医生嘛，我即马要叫副市长来答复，副市长嘛是医生，医生伊嘛无来啊。哦，伊即马讲，有那伫遐咧长照2.0，伫遐揭牌，哦，这真重要的政策，哦，无要紧，今仔是自由发言啦，若迄个庄杰顺是袂当安尼啦吼，所以遮我要请教恁大家就对啦吼、哦，日本福岛啦吼、哦，伊遮有四个管区，包括福岛就对啦，千叶、群马、立木、甲赤城啦，甲福岛都啊五个管区。因过去就对啦吼，民进党是迄个缓和啦，拢缓和的啦，哦，反对新建核四嘛，哦，缓和动作足大个，是安那，近代的那有支持讲去四五管区的食品入来就对啦，那有支持的请举手，有支持的请举手啦，无人支持啦，一个月啦，电视你都看无。含迄个番茄汤底的火锅，一目粉丝脱天换日，拢入来啊，拢随下架，吼、哦，你看无？拢随下架。这我甲你讲，新有一个台湾的政府就对啦吼、哦。恁过去的政策，民进党过去拢为反对而反对，国人的健康是多么的重要。即摆你敢知影啦？唔知影的人。迄、那个，即个我下架遐个人就对啦吼，伊进偌济你嘛唔知影，买去有人买去，一定食落啊！即个人进偌欢乐，你敢知？即个人进偌欢乐，你敢知？我着今仔本地买你嘛问安偌市长问看卖啊！你看人全国着对民调上悬的花莲县的县长傅昆池，人站起来啊，拒绝即五县市的日本核灾食品就对啦，核灾区的食品。袂使予伊，的确袂使予伊入面花莲。俺台南市就对啦，我实在感觉讲哦，见笑丢脸呐。安尼市长啊，号称就对啦，拢含八，我感觉伊含八成人徛做伙都无。竟然我甲讲叫徛起来，无你嘛呼吁一下，这物件茫我入来。俺台湾的人民哦，毋是白鸟厝啦，俺毋是白鸟厝，俺毋免抱日本人抱到安尼啦。旧仇新恨拢无算啦！你看，安尼慰安妇伊也毋敢安讲啦，无敢当作一回事。伊甘愿甲韩国人讲，日本当时尊重过咱台湾，
当时尊重过，按时来甲破家呢？我敢那感觉拄啊为着一个李登辉尔，你我感觉就是安尼，按台湾人民安有悲哀无啦？非常的悲哀啊！即款执政党了，底要安怎有人民会当放心？我要请教恁啊，唔爱南北势徛做伙，拄啊会晓选举尔啦，甲斗争啦，真正。做做要有看不顺的，经济好你推，凄惨再凄惨。这个你敢知影？最近你敢知影？迄个财政局长，我一个代志请教你一下。迄个按即摆吼，是毋是拢一寡迄个按的社会局啦，啥拢爱帮忙一寡艰苦人，对不对？即摆毋骑楼下，伫遐做小生意的。话伫遐摆两支笋啊，伫遐卖几条菜瓜，伫遐卖啊，话家种，家己厝种一寡菜，伫遐卖了，对，你敢知影偌惨？含顶啊卡伫遐卖两粒肉粽，一日赚无200块，讲安尼也爱叫伊设立公司，要甲定定课税。啊，人个厝主可会当同情哟，你遐卖佫无甲收钱哦。安尼，台南市政府，安尼国税局也要共，迄落讲要共扣税。毋是台南市政府，国税局。哦，国税局啊，这甲咱地方的税务那有关系啦，莫讲无关系啦，税务局，迄落，这敢无关系？啊，你甲看，你甲看这有可能啊无啦？我敢那会晓真正对付这艰苦人？恁大家拢伫办公室咧吹冷气啦，做小二日薪水照领啦，遐艰苦人就像个和尚，做一日和尚，讲一日经。家庭足艰苦，来路边遐抛头露面，赚一个几百块啊！安尼政府竟然如此个答案，啊，那一个日本的天灾地变，拢全世界全所有国家共捐上侪钱啊！有感谢无？三一日福岛地震，同时间咱甲捐200亿个日票，安尼即卖要改个毒迄落核灾食品。卖你嘛台湾食，搁兼偷天换日，假地改乙地，我从作煞，进去台湾了，甲安尼赖市长讲，即款物件安尼检测系统搁严重的不足了，对啦。我甲恁讲，恁免怀疑，你今日是谁，人毋知无小心去食着了，对啦吼，这毋是咧开玩笑。我感觉这个国家了，对啦，啊日本啊，太平岛啊，因个，嘛，迄落迄款钓鱼台。安理总统讲讲因个啊，我讲迄句话，若别个总统讲，就用打死啊。伊有讲伊足济话啊，讲啥人拢唔敢甲安呐，不要倚老卖老啊，真正的。啊，迄落即马迄落太平岛公安是交，说先安的以前，渔民叫安蔡英文总统登岛副主权，也唔敢去，唔敢去嘛无要紧。你无要管救阮自救会使吧？我们的太平岛宣誓主权也袂使，要管撤照，要管罚金。当时关心我老百姓，我跟你讲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啦。就管政府也阁唔知样检讨，茫想讲会提足一票，因为放起开起就作祟啦，骗术搞啦，唔是要做代志，开起就作祟，连伊就怀疑啦。人民啊，看清恁的这个政府的真面目啊！就念伊话语，真正做人爱厚道啦。俺大家人拢有子孙啦。这款政府，我真正一定真正感觉讲哦，非常非常的失望啦。不是失望，还佮兼可恶到极点。万岁局长拢无要做啥？啊，较紧的，紧甲国民党消灭灭的，看会当恢复戒严的，紧甲消灭灭的。我拢在做这尔。啊、有做啥？啊，若无了，什么0.02%的啊，迄落的代志就对了。什么铜柱拢在处理这尔？啊，这对国家有啥经济效益？对社会怎帮衬？我这我拢尊重。哎，做一寡有正当性的，食饱无代志就拢做这個。啊，赖清德毋是啥拢第一名的啊？登革热死112个嘛第一名的，人个债权共扣啊嘛第一名的。捐款人的初衷，你告诉我那时候，我敢讲你这官员啊，坐了，大家有那无奈的再无奈啦，足侪人有那敢怒不敢言的啦。
啊，我最近袂使无讲，阁有一条代志我一定爱讲。我最近哦，啊，伫这个台湾，我感觉讲我爱感谢这个安这个地政局长，安洪德阳局长。我一讲伫遮质询啊，工程延宕嘛，全台南市迄毋是还含阮五局长无关系啦。地政局长林彦山迄阵，你咧做诶，一条路无200公尺，共做几百日，做2冬外。我逐日都对遐过，逐日都去用骂，你顶嘛真情啊真情。我拄啊敢若一个质询尔，安尼局长有担当，我答应12月底要通车证。今仔质询了，明仔载一大堆人去遐，去遐兴建，去遐做工。人这嘛该当做局长，啥叫工作效率？我常甲你讲，饲囝哦，毋免欢喜讲我囝做够读册啦，未晓抱未成官啦。LP 加买几副啊 ？DLP， 你有担恁囝门床头，叫逐日起来，你阿婆就升官啦，迄无效啦，国家也无人才啦，安尼鼓励伫衰退啦。我甲你讲，所以你只局长你毋免担保，这迄含你无关系，因为你我质询了，你开始做啊随动作，啊恁局里也有敲三通电话，所以我伫只替一代啊居民甲你感谢。若无你较紧来做地政局长，我看遐个延宕，我看他5冬，他5冬。啊，迄、那个林局长，啊，你会歹势袂？啊，你做局长时阵，你会得逞啊！我毋捌甲局长讲过重话，哦，啊，所以你啊，一啊，我嘛感觉你真牛。感谢曾顺良议员。接着由郭清华议员咨询。贵议员，请。郭清华议员，来啊！郭清华议员，郭议员，请。哎，那个安在书上啊，请我请黄局长，我请教一下吼，咱和顺工业区吼，这个伊的面积吼有142公顷吼，啊，伊即嘛吼诶厂商吼有493间，啊，咱总头了咧工业区咧吼，伊的面积咧吼19公顷，啊，伊的厂商咧吼。163间吼，这两个工业区咧吼，过去拢是民间开发的，啊，伊有一个缺点，就是无这个污水处理。啊，咱安南区咧吼，即马咧建立这个啊，即款下水道吼，这个迄款这个处理吼，啊，这两个工业区吼，即马拢是中小企业嘛。啊，伊个污水吼，有可能就是拢排队嘉南大圳啊，这边遮落，啊，所以咧吼，嘉南大圳咧吼，即马咧吼，伊个污泥咧吼，有足侪拢重金属吼，啊，本身是毋是讲甲你探讨一下，这两座工业区啦吼，伊无污水处理，是毋是讲咱市府会当来做，啊是会当来对外用 BOT 的方式咧吼，来委外？叫外口的厂商做，啊，予咱遮的废水咧吼，会当变清气水，安尼流出伫咱的海洋里吼，咱对社会啊，对世界嘛较有交代。你看这个方案啦吼，是毋是有可能来做？你做一个说明一下。我甲议员报告吼，其实咱的即卖，比如吼，咱的迄个新的开发的这个工业区吼。我讲啊，即土地，我知影，即马新的工业区，无论是咱政府开辟，还是即私人开辟，一定爱设污水处理站。我知，啊，但是现在费用拢是厂商去共同负担啦。啊，当然你讲的，比如讲吼，迄个和顺加中头寮，比如讲迄个所在，吼，若有土地，啊，厂商愿意负担。哦，啊，当然，这个部分，当然，市政府会当来甲协助啦，吼、哦。就讲、是、吼，最起码是讲吼，哎，厂商有迄个意愿，啊，有哪？我讲啊，你讲安尼就无负责任的话啊。
你厂商无意愿的时阵啦，吼，咱政府有公权力啊。啊，这个污水啦、环保的问题，即马大家拢是注重啊。即马是一个问题，即马是讲因为过去无设污水处理厂，但是每一间工厂伊若产生废水的时阵吼，伊就是爱做污水处理厂符合排放标准。哦，本身有些工厂它已经有做了，啊，所以有当你讲个做一做的时阵哦，以这个厂商被纳入这个污水处理厂，袂唔嘛是一个问题啊。啊，所以就讲吼，我来讲啦吼，即马啦有污水处理的啦吼，诶厂商啦。大部分是拢电镀工厂啦，若无电镀工厂啦吼，即中小企业啦吼，你要叫伊做污水处理咯，即卖讲改元报告吼，还是无可能。改元报告话，不管伊啊伊个界定，伊若产生即个污水，一定爱做污水处理厂。啊，当然可能以往讲来讲哦，话就是讲伊个迄个界定是毋是无污水，但是用一寡生活废水。对啊，我讲啦吼，我来遮毋是要含你小姐啦。我知。今仔日即条嘉南大村啦，是安那？规条即嘛袂当清伊，就是安那你阿那，伊个地泥内底恁拢有重金属嘛，啊有重金属，即重金属是伫倒造出来，就是伫即工业区造出来嘛，哦是毋是？这是不正确的属性嘛。但是咱过去的环保无遮尔严格咧执行的时阵，即嘛咱大家对着环保有一定的要求嘛，所以本色今仔日伫遮就是咧甲你探讨嘛，吼、哦，你袂带讲过去做无好的工过，你即马要甲用变，迄个强变的时阵，甲伊代过嘛，安尼咱社会永远嘛袂进步啊，迄污染是事实啊，吼、哦、对不对？是安那干大船，有当时啊水就变安那，你阿那就变色，吼、哦，就是有污水嘛，啊咱环保单位是有认真咧稽查，但是啦，我讲啦吼。四百几间挂中头寮工业区啦吼，将近啦吼，要到600间啦。我讲啦，咱的人力偌济人去稽查，无多人去稽查啦吼。我讲啦，这是一个事实啦。本色甲你建议啦吼，伫咱中头寮工业区，伊嘛有即个迄个安那，你那么老有即个迄个污水处理吼的用地，咱河顺工业区原来有留一块即个污水处理的。迄个啊！伊个水源无爱白鱼个，即个污水处理厂，咱嘛无强制法令个规定。伊有人讲吼，我已经有污水处理厂啊，啊，所以这个本身为什么说要跟那个厂商去协调？哦，啊，有些问题吼，就是说因为那个法令的限制吼。迄个局长呐，照你安尼讲呐吼，即条嘉南大圳呐，就是永远河底啊白污水，吼啊，永远重金属拢存在。我即马要甲你建议个重点，就是讲安那，咱希望讲双头寮工业区。干河顺工业区的时阵吼，咱台南市政府，恁若家己有能力，恁落去设这污水处理厂，咱市政府家来管理。恁若无能力的时阵，咱委外用 BOT 的方式，吼，委外厂商来处理，这也一个方法吼。这个吼，我讲啦吼，这个局长，恁做一个检讨啦，吼啊，污染就是污染啦，是不争的事实啦。哦，只要干大船污染，你嘛还袂来做净化器的市场啊？哦，咁是安尼，哦，所以讲啦，吼，像那时啦，吼，是本色安尼解建议，吼，来，迄、那个，秘书长，水利局诶，局长，今仔秘书长请假哟。是。这个，副秘书长，这个，这款水利局的局长，是。我讲吼，咱嘉南大船较深啊。多久无清？个以着这些报告，因为嘉南大船无清洗，然后叫咧管理这部分，阮个会参。我讲嘛，你水利局嘛，伊 是第六号船局管理的嘛。但是咱已经是一个县仔市啊嘛，啊，你身为一个水利局的局长啦，你应该嘛是爱有责任吼。去安那，你敢那议员甲你建议吼。啊，恁当然是第六号船局的管辖，但是嘛是伫咱台南市政府的所在啊，恁嘛是爱有责任去管理啊。我爱讲啦吼，伊伫102年啦吼，伊有疏浚啦，疏浚吼拄啊4000方尔啦，啊来就停起来啊。啊，伊的理由是安那停起来呢？就是即个疏浚起来的地泥啦，
规个拢是重金属啦。啊，重金属咧吼，伊无啊多人个有即去即倒废土，会当去倒重金属，啊袂当处理啦。所以即马即条嘉南大圳四十伊咧吼是咱即马市长咧推动个山海禁绿道啦吼。伊即条是对咱个乌山头水库吼，咱们溪咱们溪吼。啊，这个溪水口啊，到乌山头水库，这全长吼四点，这四十五公里吼。是。这个今嘛啦吼，足侪人伫遐骑卡拉车，啊嘛足侪人伫遐运动。但是咧吼，你若顶楼起来的时阵吼，我讲啊无感觉啦。但是你若是这迄个靠楼的时阵就对啦吼，我讲啊，遐的迄个一挂污泥就对啦吼，拢安那你安那铺起来伫这个迄个河岸。予咱看会到啦，但是咧吼，看起咧，就是安那哩安那乌乌臭臭吼，啊，佮一人就是安那哩安那拼起来足歹拼，所以咧吼，一条嘉南大圳咧吼，遮尔好会当休闲的所在，即马重点是处理遮尔，所以我较拄仔咧甲清华市长讲，就是讲安那，遮个工业区吼，诶污水吼，一定要先建污水处理厂吼，啊，咱第六号村局的时阵吼，恁对着即个代志。吼、哦，您来去支持，看第六号船局去看，会当来安那处理。是，吼、哦，你这迄个局长，你回答一下。好，您有虾米款处理方式？甲伊这报告者吼，他都啊伊这讲啊足清楚，主要就是讲，因为六号局目前伊要清的时阵，主要是第二年的后续的处理吼，可能有一挂困难。所以这部分吼，阮最近吼嘛有被安排，被来找署长吼。这部分我嘛甲水利署署长新任的署长吼、哦，来甲报告，看敢会当有一个较圆满的处理的方式。本席来建议啦，今仔市长无来啦，你甲市长讲啦，讲安南区人吼、哦、对这条嘉南大圳吼的地名啦吼，袂当来疏浚啦吼，啊袂当兴旺地方的吼一条清气的河川啦，有足大的意义啦吼。是希望伊跟第六号船局吼，去大家去检讨这个代志，看有一个圆满处理的方案出来，安尼好唔好？好，我赶紧来找六号来检讨。感谢郭议员哈，继续由邱丽丽议员咨询，邱议员请。好，谢谢主席。那个教育局陈局长，台中市在明年的一月一号就要接管市内的高中职，是。那台南市有没有时间表？跟议员报告，我们现在目前正在跟国教署哈，这边做业务上的这个洽谈哈，协商的部分、啊。你明年有没有编列这方面的预算？106年是没有的。对嘛？你现在还停留在洽谈的阶段，那你从12年国教执行到现在3年，你针对台南市要接管这一些市立高中职开过几次会？我们自己内部的部分呢是我们不定期的会召开会议哈。那跟教育部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目前开过三次会。开过三次会。是。那我们都知道说哈，那个我们在高中职就近入学的部分，我们有6项的业务需要推动，包括办理高中优质化的补助方案，办理高职优质化的补助方案，还有办理高级中等学校适性学习社区，还有所谓的教师赴公民机构研习，还有教学前国民教育署高等等等什么国际教育国际教育计划，还有第二外语教育。是，虽然这六项这几大项没有因为说我们的高中职还没有改立而停顿，可是我们现在12年国教已经在执行，我们教育局跟高中职端确实衔接不上啊。你刚刚讲的，你们内部会议有开，跟教育部开了3次，但是你现在还在停留在跟国教署的洽谈，连106年的总预算针对高中职的部分，我们也都没有编列相关的预算啊，那等于没有时间表嘛。那高台中市在明年1月1号，哦，接管这个那个市立的这个高中职以后呢，他已经编列了5000万的预算，编列了5000万的预算，
要来希望呢叫做青年希望工程，可能要到再下一章。台中市为了已经要改例哈，已经做青年希望工程，编列了5000万，作为整合12年国民教育。那我们呢？我们通通都没有。好，那局长，你有没有去了解哈？台南市现在目前高职哈，高中只是43所，那明年的6月就是12年国教第一届的白老鼠要毕业了。你敢有去了解说高职生有多少人？如果是按照我们现在就是台南市的高中职的分布的话，职校的这个部分呢，它所占的比例是比高中要多一些的。那当然啦、啊，是根据教育部今年5月公布的103年高级中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升学就业概况的调查表呢。在职业科的部分呢、啊，毕业生是8794个，选择不升学的就有1843个，没有升学的比例占21%啊。实用技能学程类科的部分，毕业生是157人，选择未升学有661啦。那你想想看，事实上，技职教育学着一技之长，咱常常在讲，吼。学的一技之长，不怕未来在就业职场上面被排挤嘛？可是有这么多选择不升学，那我们的辅导呢？他们都到哪里去了？我以台南市为例啦，因为我现在告诉你，要你去了解那个数字，你可能也没有办法了解了。台南市如果按103年，就是说每年要毕业的6月要毕业的这些12年国教第一批呀、啊，入学报到统计资料。台南市高级职业学校呢，毕业生加起来总共5418人呐、啊，5418人，竟然有2521人是集中在机械群、动力机械群、电机电子群，还有土木建设等等、化工等等。结果呢，咱无法度去看咱的台南市现有，可能我们各个城乡所需求的。我们的人口结构，我们的在地需求，我们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你刚刚讲，像咱玉井、好遮顶、南华遐，遐农业官，以可能需求的是行销的人才。结果我们在地的这些高中职，他都是机械科系，连行销的科系都没有开。那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所谓的在地入学，12年国教的精神，这是有点违背呢。局长，你干嘛去了解过？是，跟议员报告哈，就是说，当然国私立高中职的改例哈，有助于我们12年国教的整个推动啊哈。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部分也是极力跟部里面要达成一些共识哈。那刚才议员您所提到的那个，就是说不管是升学或是就业上的这个需求哈，我们会跟相关局处再来努力。像目前我们对于就是高职毕业不升学的部分，我们是鼓励他们以双轨旗舰计划哈。来这个做衔接，好来做努力这样哈。那至于说这个类科职业类科的这个分布是不是更在地化的配合我们产业的需求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跟各高职校呢来这个洽商。局长，您来自国立的高级中学嘛哈，所以你非常的知道，事实上在高中这个阶段，要不他就是升大学，要不他就是进入到职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入社会的，人家说的很重要的一个一环呢。那我们台南市现在还是存留在国中端的心理辅导中心。我们这个在今年呐、啊，5月教育部已经有公布哈，甚至于有挂牌，叫做教育部国教署学生辅导諮商中心，台南市都没有设立啦。哦，所以我觉得你明年也没看到预算，然后感觉上你开会也哩哩啦啦，等于你们根本就是不想接这个高中职嘛？那这样12年国教没有什么意义啦。局长，你先请坐。那个劳工局王局长，明年8月行政院会针对青年教育跟就业储蓄账户这个政策就要上路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因为唔知哦。这个10月13号，这个行政院还包括劳动部共同召开记者会，就是针对12年国教第一届的白老鼠，因为他没有办法
哦，没有办法，有很多的选举选择不升学。那蔡英文总统也有讲说，我们希望台湾的教育环境能够更有弹性，要先体验社会再就业。所以每年行政院要编列啦，总共哈，劳动部编列45亿，教育部编列27亿，明年在全国要遴选5000个学生，就是说他高职毕业以后先进入职场，他做满3年，每个月补贴他10000块，3年后他可以领了36万，也可以选择36万继续去升学，或者是他可以转他自己有兴趣的职场。那我觉得刚刚那个陈秀品局长讲得非常好，他要跟相关单位，你要为未来12年国教，每年6月一批学生要毕业呢，毕业等于失业，因为他不知道我在地有什么工作嘛。那变成说高职生留在地故乡工作，反而好像变人家说啊，迄就是无出脱嘞，较留咧玉井，留咧南华，留咧什么所在，留咧北河，留咧迄个关南岭，留咧新营。事实上，像白河，像那个白河，或者是说 K 八，他们可以着重的是观光，哦，观光发展，就是说在参与观光的部分。那在预警，在山窟，它是农业的产区，我们可以跟农业局这边搭配行销，我们要用我们在地劳工局去跟劳动部申请这些经费，来给我们台南市的这一些毕业生呢，有对哦，你叫人工你都唔知呀。这个是跟劳动部有关系的呢，青年教育与就业储蓄账户，哎，这个我觉得哈，这样子很显然，局长你请坐了哈。我想你是不爱搞我引啦，因为引我个会该问较济啦，哎，是真巧啦哈。那个金花局长，所以未来这个12年国教毕业等于失业，我觉得是从教育局端跟劳工局跟金发局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网页上面看到的啊，在地产业的资源，这个是要给我们的高中职生知道说，我们台南市有多少在地的产业资源，让他们可以留在这里就业。结果在这个网页里面只看到49家的工厂或公司，其中22家直接把观光工厂资料填上去，我觉得这是非常空洞的一个就业市场的资料，是不是可以再加强一下？主席吗？再给我一分钟，是不是可以再加强一下？这个当然，那个词应该是原来应该是教育局的，那我想我们会跟教育局这边来联系。未来我们其实台南的工厂总共有9000多家啦，这个我们可以来协助啦。我觉得应该利用啊，明年6月份这一些高职生即将进入职场，因为有1000多人选择不继续就业嘛，就业不是唯一的路径，是不是请劳工局、那个金发局，还有农业局，甚至于农业局，你可以看在地产业需要的行销人才，那我们要把它集合起来，把产业做一个通盘检讨，有哪一些产业？因为我们劳动部不只补助给学生，劳动部还给企业，如果他愿意收这些技职教育毕业以后直接到他的职场去，他每个月是补助5000块呢。一年最多一个工厂一个学生可以补助到12万，我觉得这块大饼我们要赶快抢食啊，是不是？请各位局长加把劲啊。 好，谢谢，谢谢主席。谢谢邱颖。接着请林绵议员咨询。林院请。来，感谢主席哈，消防局局长，消防局局长，啊，忘记了，来，你好，我想我们消防人员呐，在救灾的过程中，我想他们都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别人，去做救灾的工作，所以我想
警消也好，义消也好，包括民环义警，包括义教也好，长期都是为了这个社会在奉献。但是我们有看到，在义消这方面，他们都是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去做一个维护救灾的工作嘛？我想这点你该非常认同，是对不对？对。然后你认为一个中队里面一个最基层的组员编制是什么？是由中队长率领副中队长。不是，我说在中队里面最基层的，对，一些编制人员是上面各上面，是干事，干事。错了。助理干事 ，no， 叫做队员、队员呐、啊嗯，是最基层的编制啊。你有队员，唔靠有下面分队长、中队长嘛？所谓队，就是按队员还是走去的嘛，对不？是不是局长？是这样、啊。所以在整个就是他们的编制里面，队员他做了一下，他有个一个成绩了，他有经验了，升到副小队长。升到小队长，然后到助理干事，然后到干事，包括到经过副分队长，到分队长，到中队的干事，这种行政的哦，这种是行政的哈、哦，副中队长，这个要带领着整个队在做救灾过程中怎么去协助警消的，对不对？对，包括到了中队长，所以在中队一个中队里面，他的编制。是这样子的组成，对不？感谢呢，是，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一个一开始做少年的时阵，伊认为伊要对社会来奉献，伊认为他选择义消的过程中，伊就是按上个基本。我们每一年每一个月，在一个中队里面都有长训，有无？拢有长训嘛？长训的过程中，就是希望能够培训他们嘛。所以你看嘛。按队员先到总队中队长的时阵，他要历经多少的学习，他要历经多少的经验，因为每一条火灾伊拢爱去现场，所以他实务的经验，所以要成个中队长真正是无简单的一个代志，你认为呢？是的，是这样，是这样，没有错。好、嗯，那我们现在征选就是在义消的征才过程中，伊拢是。无怨无悔付出，无所得，无所得嘛。然后我们要的就是 E A 品性 U， 还有他有热忱，对不对？是，是不是？是的。身体健康嘛，这是咱想要基本的嘛。所以在迄、那个在志工内底有足侪咱选择，义警、中民防、义消、义教等等，他选择义消，一直开始的礼拜，一直做到中队长。这段时间也付出，不只是时间，包括有很多他也是要付出一些金钱的啦，对不？财力他也要啦。所以，我们升到中队长的时候，我们的队员退休年龄是60岁，60岁，中队干部以上那是63岁，到了大队时阵，一是65岁，这是也退休人，就是他的整个编制。但是我们最近发现一件事情。文化线事情都、就是担了，好不容易担任到中队长的西尊，他一届一任啊，3年，可以他必须要续哦，可以续任再一次，就是2任，就6年，得可以再延任1年，一任，所以他可以九年。我们有看到有很多。到了中队长，当完以后，伊唔知道要安怎。我们因为我们的人事编制里面，到了中队长就 top 了，他必须要到大队，伊两个叫大队，但是大队的人员编制嘛已经额满了，结果面临到这些中队长必须要怎样啊？必须要怎样来？必须要怎样来？這個、局长来。他有了就变成顾问。来担任顾问，顾问是在做什么？顾问他是技术顾问嘛，他是技术顾问，对吧？一起花钱救灾技能方面担任顾问。局长，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如果他当长期在第一线做救灾的人，他一的是出起出那个，当然到担任到中队长，一的是出起出那个，所以一出起的顾问那则康回嘛。
他要的是一种感觉。一第一线，等于就是伫救灾伫第一线。你讲谢尔中队长卸任以后，他就跑转折到顾问，伊的出去，他没有办法在第一线去做救灾工作。对整个长期对这个热忱的人来讲，我讲对伊来讲，他觉得心理上，我讲哦，他有个七七烟呐、啊。所以局长，我是认为啦哈，我个人认为，当然人事编制是固定的，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想办法。我们消防署的编制母法是一样的，是固定的，但是我们地方上可以用执法。我们如何去把这些的，就是他工程，他这在义消这方面付出这么多的人，你竟然他退下来以后，他就只能转为顾问。我干嘛对他一样话？伊底下带那个从队员到顾到中队长，伊个经验偌丰富，他救灾的经验多丰富，你就让他退下来，不要去救灾。对来讲，他未达戒龄呢，他未达戒龄呢，伊些膝盖有的甚至五十几岁就当了中队长下来的时阵呐，你讲你无爱好一个继续伫地线救灾，对来讲哦，一种哦。中队长折磨，你看在。议员，我来跟你说明一下，好不 好？就是说，中队长退下来，我们要看大队的编制了哈。大队没有编制。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给他晋升。那额满嘞？对啊，额满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会暂时先转为。所以我在讲啊、嗯，这样子是不行的。嗯、我们不希望看到职务的卸任，他就等于退休。我们不要他退休。因为我们希望他的热忱继续留在，就是义消这救灾的行列里面。我们希望他继续留下来，因为他经验太丰富了。所以局长，你好好的回去检讨。这个我们再来检讨，好不好？你一定要好好的检讨。我们不要看到这样，因为有很多人，每一个队员都有可能担任到中队长，每一个队员都有可能。你看怎样？要做到中队长是真正无简单嘞。除了伊的热忱以外，还有实务经验，啊，佮受着周边的人来肯定嘞。所以，这里像人这么好的、优秀的人才，不能让他职务卸任以后就来退休。我们要求的职务的卸任不等于退休，你可以保证吗？我们会来检讨了。好、嗯，你可以保证吗？好不好？好，我们来检讨。好，你带回去哦，哈、嗯。好，谢谢。我想哈、哦，我们的四五啦哈，四五团队，用不用心啦哈，会展现到每一个地方去啦，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展现出我们的四五团队哪一个局处他用不用心了。来，我们教育局局长，你可以来前面一下吗？你来前面，拍谁啦哈？来。你可以这一张的动作，你可以做一下吗？这个传手不适合，好，那你上去。来，我们那个副局长，民政局副局长，你到前面来。你这个动作你看了吗？这个动作看到了吗？你做一下，你做一下好不好？啊，同手同脚，对不对？哎，对不对？是不是看得出嘛？同手同脚来，你这样可以跑步吗？你同手同脚跑步看看，给我看看，没办法嘛。好 ，OK。这个上面还有我们台阳的 logo， 副旗调，你看一下哈、啊。这也标榜的咱台南市我们的形象，我们的形象。你这是一个路跑，你看在路跑一样，那丰盛。现在我看到大家都可以去跑步，你去哪里办个活动？你的公开的好海报，既然是一个上同步同手同脚的，你是不是看啊？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不是开玩笑吗？虽然是小细节，我跟外公会用笑啦，会被人家笑了、哦。所以这个图，这个的海报，一分钟，然后再给一分钟。凸显出我们的用不用心啊！哈，这真正来让赵叔仔大家来照，对不？还有我们前段时间好不容易有了就荣誉市民，荣誉市民哦，伊后边海报，伊海报，我想问替大家一个讲过啊，
陈金峰是我们的荣誉市民嘛，对不起，掉负责，对不对？他后面的名字，我想想盖无礼貌一代志。人哦，人跟人之间最不礼貌的一件事情的，想来，我把你叫错名字，就很不得了了，对不？副座，对不对？我叫错你的名字，我真的很不得了了，因为我对你就很不礼貌了。更何况公开哦，公开的大海报上面写一个陈金峰，一人这个疯子也写错。这一个这两张海报可以证明我们市府用不用心。哦，副座你请坐。所以这边我们希望各个局处多用点心，为台南市来做行销，好不好？好，以上。好，感谢林议员。接下来梁顺花议员、郭副议长、赵坤仁议员、蔡淑秋金议员、陈特清议员，都是书面质询哈。非常感谢吴副市长、市府林副秘书长、各局处首长及主管的列席，也感谢新闻媒体各位好朋友的采访，本会各位同仁的出席，以及电视机前乡亲朋友的收看。今天上午的议程到这结束。